学们，你们去过游乐园玩吗？去过。好，那谁来说说游乐园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游乐项目呢？请你说。旋转飞椅。好的，请坐。你说。摩天轮。好的，请坐。你再来说一说。跳楼机。你说。大摆锤。好的，请坐。你说。海盗船。好，请坐。那今天啊，老师就要带你们一起去游乐园玩一玩，想不想去？想。好，不过呢要注意了，在玩项目的时候，请你要仔细观察游戏项目的运动方式，一会啊请你用手势去表示它的运动方式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游乐园看一看。瞧，第一个项目是什么？摩天轮。没错，那我们现在啊坐上了摩天轮，是什么感觉？可以用手势来表示摩天轮的运动。很好。好，来到了下一个游乐项目，小火车是怎样运动的？对，用小事去表示它。再来看看旋转飞椅，它是怎么样运动的？哎，同学们都很棒。这是滑滑梯，它是很好，这样斜斜的往下移动运动。接下来刺激的大摆锤来了，让我们跟着它一起的去摇摆。对，非常棒。下面呀是一个最惊险的项目，跳楼机。敢玩的同学高高举起手。好，让我们跟着它一起运动，直直的下来再上来。好，下上，非常棒。好的，同学们，开心一刻呀过去了。那现在呢，请你们回忆一下，刚才我们都玩了哪些游乐项目呢？你说。摩天轮。好的，请坐。你说。跳楼机。嗯，请坐。你说。旋转飞椅。好的，请坐。你说。跳楼机。好的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刚才我们玩了摩天轮、小火车、旋转飞椅、滑滑梯、大摆锤、跳楼机。好，那下面老师想请你们根据这些游戏的运动方式把它们分类，有没有好办法？同桌之间互相讨论，开始。好，老师看到有同学已经举起了手，请一位同学上来分类。好，请你。好的，这位同学，请你跟大家说一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分呢？因为这边的都是平着直着走的，这边的是旋转着走的。哦，它们的转动的方式都是在转动，是吗？好的，很好，请回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刚才这位同学把这边的三幅图片分为了一类。而这边的三幅图片呢，也分为了一类。
接下来我们先重点来研究这三幅图片。还记得刚才他们是怎么运动的吗？记得。好，那现在请你想一下，一会老师来请同学上来画一画他的运动轨迹，观察一下，仔细观察。好，请你来。好，他首先画的是小火车。是向左右移动的，跳楼机是上下，滑滑梯是斜着，非常好，方向不同，但是呢，它们都是沿着一条直线去平移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学习的平移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平移最大的特点是延迟线运动，非常好。好，研究完了这幅图片，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幅。这几幅图片它的运动轨迹又是什么呢？谁来画一画？请你来。谢谢这位同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刚才这位同学他画的运动轨迹有什么相同点，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谁来说一说？好，请你。他们都是转动的。哦，都是转动的。转动的方向不一样。哎，不同点是方向不一样。好的，请坐。都是转动的，那它都是绕着什么转的呀？谁来说一说？绕着什么转？请你说。一个中心点。哎，两个同学都会啊。很好，绕着一个中心点转。我们来看看，摩天轮的中心点是不是在这里呀？是的。旋转飞椅的中心点呢？柱子，这里。很好，在柱子上面。大摆锤呢？上面，上面。对，在上面这里。那我们把这样啊，围绕一个固定不变的点的转的运动呢，就叫做旋转。刚才说了，旋转的特点是什么？绕固定点转动，非常好。好，同学们，通过我们刚才的观察和分析啊，我们学会了平移与旋转这两种运动方式。那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哪些平移与旋转的现象呢？思考一下。想好了吗？谁来说一说？请你说。书本是旋转打开的。哎，他说书本是旋转打开的。旋转的固定点在哪里呀？在哪？身上。哦，以这一条固定的边作为它的固定。
点来旋转，对吗？非常好的，请坐。还有吗？你来说。推黑板是皮椅。哦，我们往黑板做推拉的运动是一种平移现象，非常棒。还有吗？你说。打开门是旋转现象。哦，把门打开也是一种旋转的现象，请坐。你说。把文具盒打开。哎，文具盒打开是什么现象？旋转的现象。旋转吗？我们来看看。哦，他正好带了一个文具盒。我们看一下，如果老师把文具盒这样运动，它是旋转吗？是。它是平移。那旋转是怎样的？打开它才叫旋转，非常好。还有其他的现象吗？请你。就是走路的现象是平移的。咦，走路怎么能平移呢？你能上来试一下吗？看看他走路怎么能平移？有没有同学观察到他是怎么走的？直着走的。举手说一说。你说。直着走。哦，直着走，沿着一条直线走是吗？很棒啊，很厉害，身体还能做平移。那同学们，你们想不想一起来做一做平移与旋转的游戏呢？想。好，现在全体起立。好，站到前面的过道。
直直的线去平移。好的，非常好，谢谢你。好，那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啊，再来回看一遍刚才这位同学是怎样平移的。那老师有个要求，注意看数学书的平移轨迹。等一会儿请同学上来画一画。这位同学是如何进行操作的？那下面谁来画一画数学书的运动轨迹呢？请你。你刚才仔细观察了，那接下来呢？老师想给你们一个挑战，你们能将数学书从左上角平移到右下角？有同学举手了，但是只用一种方法平移，我相信你们都会。现在我们的挑战是，你能想到更多的方法吗？同桌之间先互相讨论一下，可以用数学书做一下运动。非常好，他的第一种方法已经出来了，老师帮你把第一种方法给记录一下。这是这位同学的第一种记录方法，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种。第二种的运动轨迹又是什么呢？老师也将它记录一下。
三者。这种方法很特别，只需要平移一次就可以获得。好的，谢谢这位同学，很厉害。屏幕上已经有了三种平移方式了。刚才啊，老师听这位同学说，他还有一种方法是吗？嗯。好的，请你上来试一试。在我们黑板上有四种方式了，那如果让你选取其中的一种，你最喜欢哪一种呢？你来说。我喜欢第四。第四种是吗？啊。哎，第四种平移了几次呀？三次。嗯，请坐。你来说。我最喜欢第三个。第三种、哦、第三种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只平移了一次，它最方便。哎，最方便，只需要平移一次就可以得到，对不对？对。很好，那我们同学们啊，真爱动脑筋，同样都是平移到右下角，你们能想到这么多种方法，真棒。那接下来在旋转中你也能想到这么多种方法吗？好，先拿出课前准备的圆盘。好，首先检查一下圆盘的一端是不是固定不动的，是吗？是的同学请举手。好的，手放下。我们知道要想做旋转运动，必须要找到一个固定点。非常棒。好，下面听老师口令，请你将指针从字母 A 旋转到字母 C 开始。旋转好的同学举起来，把你的圆盘举起来给老师看一看。非常棒，指针都指向了字母 C。 好的，放下你的圆盘。那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上来操作一下呢？谁愿意上来试一试？请你来试一试。哎，你能画出你这样移动的运动轨迹吗？好的，这位同学是这样旋转的，非常好，请回。那刚才我们平移有那么多种方法，旋转呢，还有没有更多的方法了？你来试一试。先帮你把这个圆盘回到 A 点。下面请你从 A 点移向 C 点。
你能画出运动轨迹吗？用绿色的笔画一画。掌声给这位同学。我们能够找到这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平移和旋转，那接下来老师带来了一些图片，想请你们判断一下，下面哪些是平移，哪些是旋转？同桌之间互相讨论，开始。平移的是上的这十幅图片，请你来说。第一个，拉窗户是平移现象。非常好，拉窗户它是平移。你说。第二个，淋水龙头的头是旋转现象。水流出来的是平移现象。这位同学很厉害，他找到了旋转和平移两种运动方式，是吗？真棒，请坐。这一幅呢，拨算珠是什么运动？平移。举手说一说。后面的那位。平移。哎，说仔细，说清楚。算珠上。的珠子在波动是平移现象。非常好，说得很完整，请坐。这一幅呢？你说。旋转门在旋转是旋转现象。嗯，很棒，请坐。这一幅呢？你说。电风扇在转动是旋转现象。嗯，真棒。下一幅。你说，拉开抽屉是平移现象。哦，抽屉的推拉是平移现象。好的，你说，国旗上升是平移现象。很好，这一幅是光盘的开关，它又是什么现象呢？你说，把 CD 放进去收回去是平移现象。嗯，真棒。好的，这一幅呢？你说，转动方向盘是旋转现象。很好，请坐。最后一幅，我们一起说是什么？旋转现象。那有没有人能具体的说一说是什么在旋转？难道是这个圆圈在旋转吗？时钟。举手说一说。你来说。指针在转动的时候是旋转运动。不说的特别的完整，非常好，请坐。好的，看来啊，我们同学们能够清楚的知道什么是平移，什么是旋转。那接下来，你能看出哪些树叶是通过平移和绿色树叶重合的吗？先别急着举手，仔细观察。观察好再举手。好，举手说。听你说，最后一位女生。第一个、第三个和第五个是可以通过平移得到的。通过平移谁得到？平绿色树叶。嗯，很好，请坐。他说啊，第一个、第三个和第五个，我们都能通过这片绿色树叶平移得到。有没有同学想上来验证一下？看看平移能不能得到呢？请你来，对，最后一位。重合了一片树叶。
那看来我们刚才那位同学他回答的全部正确，都能够通过重合得到。那下面，请你们仔细观察剩下的三片白色的树叶，白色树叶中有没有藏着平移的现象呢？嗯，有同学说有，有同学说没，谁来说一说？有，举手说。请你说。对，戴眼镜的。第二个。哎，说清楚是哪一个第二个？从左还是从右？从左。好，从左起。从左起，第二片树叶和倒数第二片树叶可以重合。好，从左起的第二片，这一片树叶，我们可以和这片树叶相重合，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？是。非常棒，请坐。那我们看完了树叶，接下来呀，老师想带你们去做一个寻找宝藏的游戏，想不想找宝藏？想。好。首先呢，屏幕上出现了一幅藏宝图。那先请你观察藏宝图上蓝色的部分，它隐藏着怎样的寻宝信息呢？请你说。这张藏宝图的上面有一个蓝色箭头，蓝色箭头上面有个北，说明这个是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向顺序来排列的。嗯，很好，请坐。那我们同学们啊，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认识方向，所以我们知道地图都是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向去绘制的。好的，那下面请拿出你们的藏宝图。好，听清楚要求。找到宝藏的第一步，先按照提示语画出它的方向轨迹，向东平移三格，箭头应该打向哪里呢？画完的方向，请你平移三格。好，接下来找到向南的方向。好，也是平移三格。好，第一个宝藏找到的同学，身体坐直。好的，很厉害啊！我们还有第二幅藏宝图，再来看一看。先找到向北的方向。好，向北平移四格。接着找到向西的方向。好，向西平移四格。好，找到宝藏的同学，同样用你的身体的坐姿告诉老师。哎，非常好。那你们的宝藏找到了，老师这里的宝藏还没找到，谁想来找一找？请你来试一试。同样的，要先标出方向。好，听口令，先向东平移三格。你标方向了吗？对，我们刚才是不是先标了方向再动的？好的，向东。好，向东平移三格。接下来向南平移三格。这位同学，他找的位置对吗？对。非常好，找到了宝藏。来，老师将宝藏啊放在你的小口袋里，下课以后再看，好吗？好，我回。还有一幅宝藏图，谁愿意来试一试呢？
小朋友都想找宝藏呀。请你来。哎，他一上来就找了箭头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要先画方向。很好，好，听口令，向北平移四格。恭喜这位同学，也找到了宝藏。好的，来，宝藏给你，放在口袋，请回。那同学们，我们通过今天这一节课的学习，你都有哪些收获呢？谁来说一说？听你说。我知道平移是沿直线运动。非常好，平移必须沿直线运动。好的。旋转必须得要绕固定点转动。嗯，很棒，请坐。还有没有同学想说一说？请你。还认识了平移和旋转。旋什么？哇，旋转，很好，请坐。好，那同学们，其实啊，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的平移与旋转现象，请欣赏美丽的奥运五环，它是由一个圆平移得到的。美丽的紫荆花，它又是怎样旋转？旋转，很棒。那在我们的体育竞技项目中，也有平移和旋转的现象，它们给我们带来了怎么样的美的享受呢？上到这里，下课。老师。